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节，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七千的人士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第二节，耶稣把他的门徒也撇上去服侍。第三节，就用尽了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照料。”第四节，耶稣说：“母亲，我儿女有什么过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第五节，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六节，照犹太人节庆的规矩，有六条，撒贡摆在那里，米开靠新两三桶水。第七节，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吃到缸口。”第八节，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要出来送给干人士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”第九节，干人士的上了那水，变得酒，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只要要水的佣人知道。干人士的便叫新郎来。第十节，对他说：“人都是先摆上喝酒，等下喝酒了才摆上吃的，你都把好酒留到如今。”十一节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天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十二节，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住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出了不到几年。十三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全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。十四节，看见天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便要推翻门前的，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天去，到处推翻门前自然的门前，倒翻他们的桌子。十六节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：“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天当作买卖的地方。”十七节，他的门徒就上去见上基础说：“我明你天心里焦急如火烧，如同火烧。”十八节，引出犹太人问他说：“你记着这些事，凡先是无神迹给我们看呢？”十九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拆毁这天，我三年内要再建立起来。”二十节，犹太人偏说：“这天是四十六年才建，才初成的，你三年内就再建立起来。”二十二节，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天。二十二节，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，便信了他，信见和耶稣所说的。二十三节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二十四节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他知道万人。二十五节，他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